这次来主要看张亚，现在的长势很好的。这里呢，就是优势指，地势平坦，啊，人均耕地多，最主要的还是黑土地，要保护好黑土地。这是耕地里面的大熊猫，啊，耕地里面的大熊猫。这儿是这个，啊，黄金玉米带，也是大豆之乡，一定要采取措施。那你们现在秸秆盘点覆盖摸索的这种梨树模式啊，值得深入的总结，然后向更大的面积去推广。